吧，都不让我休息一下吗？刚打完四个，又来一个满编队。天才神枪手落地即时钢，嗨，我是米妮。接到可斯宝宝提出的第34个任务，必须先捡到信号枪，才能拾取其他物资时机。嘿嘿，我看你们就是抢信号枪了。这下子米妮珍藏的信号枪秘密地点是瞒不住了。喜欢信号枪的小可爱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首先落地 P 城，我们要去的地方远离航线，先来提个车。三角摩托不好开，换了一辆吉普，油门加速，一路向东。小可爱们，你们猜得到米妮要去哪里吗？讲讲讲讲，就是核电站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个地方来十次有八次都能捡到信号枪，剩下两次可能是被别人先拿走了。不过这次航线距离这么远，我们肯定能拿下了。哇哦，顺利找到信号枪了。小可爱们，你们都在哪里捡到过信号枪呢？想知道雨林、沙漠和雪地又是哪个位置最容易刷信号枪吗？那就快给米妮点点关注吧。简单搜索了物资，得到大盘鸡100M16，还有少许药品，不再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直接开车进圈，找个地方发射信号枪。巴啦啦能量，乌漆嘛黑，唧唧歪歪，复合装备召唤术，上阳台侦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要过来抢的。我的超级空投，我来守护。会有狗杂吗？还是 A 字神狙？AUG 很妹控，三级套先收下，再拿个 AUG， 装备大升级，开始作战。在一片房区发现一个满编小队，四个人围攻我，太凶了，门都被打秃了。四打一，谁打谁傻逼。几打一个，他们封烟了，还想一起冲进来忙我，现在估计被那个猪队友拖住了脚步，正在扶他，我们扔个手雷试试。咻，可惜没有炸到。我这边还要一个打四个，超忙的，一个人机还来凑什么热闹，哼。对面扔了一波手雷探路，也差不多要冒头了。好险哦，就剩一丝丝血了，就让他爬下去找队友扶。我赶紧打个药下去收割他们。听脚步声，他队友过来了。很好，杀两个了，留一个活口，外面还有一个人，总是要进来救他的。1v4，可以一次舔四个包，嘿嘿。不会吧，都不让我休息一下吗？刚打完四个，又来一个满编队。击倒一个。被他逃走了，又封烟了，哼。有队友真好。电网也要刷过来了，还是先进圈吧。对面山坡上有人在开枪，好像又是一个队的，他们还没有看见我。那这个枪该不会是……果然是把我的轮胎打爆了。嗯，太坏了，检查一下，还好就破了一个，还可以开，先进圈吧。他们都在山上，先封个烟再冲。等等，他们来了。不慌，切到第一人称，进烟里和他们打。一波蛇皮走位加来回换枪，成功歼灭三人小队。还剩最后一个小可爱了，米妮来制裁你了。成功刺激，任务完成。小可爱们记得给米妮点赞加关注哦。离开战场，我准备执行下一个粉丝宝宝们提出的任务。